我是来自于美食王国的王子，然后我的兴趣就是做菜给公主吃。哦，对，然后你们今天晚上想要吃什么？我想凉皮儿。哎，没问我是吗？好，陈柏霖来。就是他的头发刚刚好像不是谁那边谁？你说田雨辰的头，九号田雨辰的头发有改变是吗？换了一边。换了一边，完整的说出来。他第一遍是在右边，现在是在左边。你回答完全正确，来，陈柏霖掌声。来，我试一下，我不知道对不对。柏霖哥来。就全部人的第一个，他扣子刚刚是都有开的嘛？因为是吗？哇哇！是有。陈柏霖一直在研究，陈柏霖一直在研究扣子呢。你是什么情况啊？没有没有，说好的王子睡着了呢。两个人在约会的时候，天气太冷了，女孩抱怨道：“天冷，好冷啊，冷得我心都凉透了。”过来吧。很冷的话，我们换一个地方看流星吧。走。哇！哇！快快快，其他几组赶紧上椅子腾出来了，终于有空了。哎，各位各位，我稍微总结一下，刚才这个情商高的地方是柏霖想到一个智力了，我们换一个地方，是不是？这个其实是很暖心的一个举动，对不对？非常好。漂亮。小心啊，脚不能着地，你要用跪的，坐的这个不行，脚会着地。对，漂亮漂亮漂亮。好，小心脚不能着地啊。好，凌云可以出发了。凌云，凌云可以出发了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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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差一点！我吓死我了！你这是个方法！我以为你差点就直接过去了！你这是个方法！吓死我了！刚才直接搓过去了，差点！他搓过去，然后那边那个柏霖在接住他，真的可以！凌云用你的腹部滑行，对，走！脚着地要重来哦，脚不能着地。对对对，好，好，好，漂亮。对的，你要相信这个方式是可以成功的，不用害怕。对对对对，你注意，你注意，你落这个骰子的时候，脚的力量从上往下，不要往前推，加油。大的，你往前送，你往后扯啥？我们刚才跟吴昕也是这样搬的吗？哇，大大你好 man 哦，加油凌云，从上往下注意，记得不要往下推，会有点害怕，没关系，这样会摔着的。跪，哎，下去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还是近一点好了，还是近一点好了，让他慢慢滚过去，可以的，他可以的，蹲着不要站起来。OK， 好，漂亮。慢慢慢慢慢慢慢弄，看得出这一轮没有了大大的帮助，对，小雨妹妹方便多了，跪下跪下，对，然后用，对，用，对，用重心的移动，往反方向，对对，再加点力，立刻收腿，好漂亮，立刻收腿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来，各位。张大大已经筋疲力尽了，他还没有上。转的时候右腿立刻收回来，立刻收回来，漂亮漂亮，差一点，哎，漂亮，漂亮漂亮，差一点，哎，漂亮。有点难，这对于女孩平衡能力有点难。成功一个你就找到秘诀了。对了，你会了，好，稳住，对，就这样，幅度不用大，对，幅度不用大。OK， 好，第二个成功了。
再来一个。好，柏林就可以接住你了。好，稳住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姿势。等一下。大大，你注意安全，你慢慢来呀，大大。大大，你别着急。哇！他的墨镜在里面。哇！吴昕，吴昕，干嘛脸红？天哪，好帅啊！陈柏霖好帅啊！好帅啊！陈柏霖。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，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。捏着你的形状，随风跟着我，一口一口吃掉忧愁。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，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。蝴蝶自在飞，花也布满天，一朵一朵因你而香。试图让夕阳飞翔，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，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，背着背默默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。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，背着背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，如果听得见，它一定实现。